商讨婚宴事宜，烦恼总饮醉，怎么取？自由也都畏惧，只好一再宴期等宾客都敢去。愁云下韵亦蔓延，谁理会又好？身份庆典，新增个案，逐个逐区的抗战，如何理活场面？实况身边上演，怪上帝。何以无数双眼都不闭？自知咫尺外有无数个丧礼，还有谁有胆去搞婚礼？谁也颓到很废。自那天。问候至新医院，不知跟美穗隔离四间房院，喘息中说了最终志愿，很想跟美穗在坊街里走一转，从来没稳亦蔓延，人这样渺小竟反了天，恐慌里会望见什么的远见，繁星抄得太高，人性只得太浅，欠上帝，人太狂妄需要天洗礼，自知自赤内有无数个丧礼，谁救谁接触也许一刹，由机转崖。废就废，谁怕全市都已经荒废，以牺牲性命但人性更高，谁怕无数心血都枉费？谁到危殆先痛惜一切？脱开口罩，相拥有多宝贵？谁说逃过一劫该洗礼？谁决定令洗没法退？痊愈了的美穗，跟他死党逼到兰桂坊一聚，祝福中。笑了笑的美穗，仿佛身处婚宴，生死已相许。